小丽对我甲林的误会真深，要安怎做才会当互伊相信，阮两个人只是朋友啊？我今日哦，有去问王爷，啊，王爷讲哦，你身上迄支钱哦，阿英会帮助你赔掉。我的钱，甲您有什么关系啊？今日王爷哦，降价伫阿英的身上啦，啊又讲哦，你的机缘奖金，阿爷帮助你哦，甲迄支钱赔掉。啊，不过哦，伊嘛有提醒啦。讲哦，你的因果循环哦，还未结束，要注意啊。什么因果循环啊？就是你最近的代志哦，会较多，你家己哦爱较注意嘞。迄哦，性地唔能够遐尼啊歹，啊卡袂中哦，特别讲冤家相拍。袂啦，起码若受人个了，我一定走去哦。行哦，安尼做就对啊。啊，小丽的代志，你怕是要哪处理啊？我听阿英讲哦，伊在网络甲你讲啊，真歹听咧。已经有咧处理啦，我嘛有开直播解释互伊听，希望小丽能了解，好代志哦，赶紧结束。啊是哦，你联络小丽，啊叫伊来厝的吼，和我阿哥恁妈好好啊甲讲。小丽的个性哦，真温顺，啊，大人的话吼，伊应该听啦。我倒啦，伊即马哦电话拢改啊，嘛联络袂着啊。啊，阿英是会东欧咧，伊也找袂着人哦。爸，我的代志哦，我会家己处理啦。啊，你的代志咧，你敢有问王爷？王爷讲爱等啦，袂当着急的啦。爸，那安尼，你着紧教我修理水电技术啊！即阵啊，若是有人哦爱修理啥，我嘛会当斗相共啊！你也做遐简单咯，啊！啊，讲学都学会晓，爱三年六个月啦！啊，你有这个心哦，我就真欢喜啊啦！我哪唔接？无熟悉电话啊！哎，无你可是小丽啊？你唔是讲伊要换号码啊？喂，项羽，小丽，项羽，我是真正介意你，我袂阁为难你啊，我会放你自由。啊，不过就算是死，我嘛袂放过林金。小丽，你较冷静的啦，你即摆人伫底？甲你无关系。小丽，你莫乌白想啊啦，你嘛莫做戆代志呢。我是要好好甲你讲啊，你听我讲，我嘛听你讲好无？你要讲，即摆就讲啊，啊无就袂赴啊。问伊伫倒位啦。小丽，你即摆人伫底啦？咱先见面再讲好无？咱伫散步的迄个公园。小丽，爸，小丽足奇怪，我先来去找伊啦。我跟你做一起。小丽呀，啊，你是安怎啊？你，小丽呀，你哪讲啦？有什么代志袂当好我讲，你还要来伤害家己啦？我足寒。来啦，来，我送你去病院啦。哎哎，紧紧紧！你别管我，你不爱我，你走啊，走啊！
你才陪袂伊啦，急的啦！这个囡仔哪会这么极端啊？伊安尼做吼，唔那是伤害家己，啊嘛是伤害别人。别烦恼啦，已经无代志啊啦。你老实跟我讲，你甲小丽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谁来不甲遐么出人命？我才找时间甲爸讲啊。最近你处理这么多代志，已经真累啊，你身体休困啊。小丽，我来顾就好。好啦，来咱随时联络。啊，若是有啥物状况哦，你着爱随甲我通知呢。小丽发生这么大的代志，是不是应该要先联络伊的爸母？有联络小丽的爸母无？爸妈在国外，不用通知他们了，我怕他们会担心。阿英甲小丽是同学，阿英应该知影变哪联络因出来了。